谢谢村长帮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开场，然后很开心可以来到台东，也不好意思带了雨给台东，我们到哪里都很容易下雨。放给你们第一首歌曲。想挑战这个空缺，填土是。
我是吉他陈志芳，耶！田花春，这时候要什么？这个时候要什么？耶！ Yeah! 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我知道了，就是来个雨女，然后把你们的热情浇熄了。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今天刚到的时候，然后看到那个门口，你们有看到那个画吗？非常厉害，真的很谢谢铁花村。然后就拍照，然后跟大家说，就是天气回报，台东凉爽舒适，无语。就叫他不要说吧，有没有？闭嘴。结果我现在就是无语问苍天了，我啊、哦，真的，刚刚希望不要有人淋到雨，大家应该都有躲到雨，是吧？是吗？好。那其实我的功力真的还蛮厉害的，我觉得。嗯、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在写，我觉得，心事秘密的最好的吐露对象，你们觉得是谁？会是你的宠物吗？但是这首歌其实是在写，最好的吐露对象就是你的另外一半，他绝对不会出卖你。嗯哼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听，懂吗？欸，你知道你们那边暗暗的，我看不到你们脸，所以你们不讲话，我也会以为你知道现在什么开了，现在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有点怕。所以你们要点互动，你知道吗？你至少要张开嘴，露出你那个银牙，让我看到你们的牙齿。对，就会有一个反光。好，送给你们这首歌，《喜欢待在家》。给我一本笔记，我想我明白你
起，只要与你共度卡关都没关系。要安心睡觉，晚安去。下一颗上弦组队去，我好想你。说的是想烈酒后听，听过就瞬间失忆。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旅行？哦，巴黎、日本，然后飞铁花村。任务完毕，再往下个目的前进。这辈子机会。只要与你共度卡关都没关系，两个人能不能成为老夫老妻？只想拥有为你好一万年的幸运，浪漫哲学就是和你看着电影，费尽心力钻研爱情的真谛。心事秘密，嫉妒我只对你，在家庭中因为绝对没真。谢谢，喜欢待在家。啊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应该有老夫老妻或者是在一起很久的情侣，可以举个手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哎，大家 还在吗？我觉得，因为 我跟他常常就是他打电动，然后我说什么就是哦，好好好，然后可是他都忘记这样子。什么？是现在是他在打电动好不好？对啦，现在我是一个实况主。知道是什么是实况主吗？大家可以上网去 Twitch 搜寻一下 Freda 下底线力，就是我，就是打电动的实况。对，他很爱打电动，但是我这边我很想请那个灯光，你知道吗？给他们一个那个 spotlight， 然后没有，就是我要看清他们脸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给我打瞌睡什么之类，我就看着他唱，我就去他旁边唱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就跟今天的天气有关，真的。是我们写的一首新歌，然后这几首歌呢是我们准备的雨天主曲，刚好配今天的天气咯。送给你们第一首歌，雷阵雨。
真不真实不感兴趣，隐姓埋了名，漠不关心，懦弱连带关系。淋雨清醒，再看仔细，别对你的感觉失了兴趣，爱理不理。太多机会，不敢追，不冒险，让梦一碎，可能会很狼狈，心里憔悴，最后还是差一点。太少防备，不诚恳，太虚伪，让人不屑。在你的世界，谢谢雷阵雨。好，其实今天突然下起雨的那一刻，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难过。关于我每次出门都会遇到下雨天这件事情，我真的无解。然后雷阵雨这首歌呢，其实它是在描写内心的那个狂雨，就是人偶尔也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写歌来让自己度过这个时间。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杨丞琳的歌、我本来想要说是我的歌，真不要脸。不然我本来想要把它接桃园杨丞琳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不给我一点反应？超难 Q 的。你知道，你不能，你可以瞧不起桃园杨丞琳，但你不能瞧不起杨丞琳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态度啊？好啦。